他可以讲的那天，就是坐车，是的，对，暂时不会怪，就是说卖的全进那个账户，然后输的都这个账户，对，这个更好一点。对，我们到时候还去三个门打开就完了，对，对。那我就留6200就好，昨天拿5000，嗯，够了，没问题，我就算这个。